是不是？你说不一定调多了还调多了还，这个好调的不能不好调的不能，对，这个不是说当什么都不好调的，对的。这个方向这个问题，对，同他说的，我知道，他有些是一两分钟一台，有一些十多分钟调不出，知不知道？十多分钟已经放一边嘛，不好调的嘛，不知道是该怎么解决嘛，已经打好了这个调完了。是吧？肯定是有什么数量嘛，可能年龄上有人年龄下来，有点小。你跟你说你多少时间发呗？那试一下等一下，给个小时来试一下。对呀、啊，下次你叫我去，我不知道啊。是啊，所以你没有空嘛，昨天的你得了嘛，啊？这肯定有一个数量，肯定两分钟了。这么交差，对。随便你说你在哪里比较好调，就你在哪里调，但是至少一定要调好，你的数量。人家叫他养进来调啊，他也可以调，他牛好那个啦。他包肉吃了，你看不上。不是，我是叫你来调。你厉害。我是这个调货，我前面不知道学啊，教你吗？这个要多久？啊，十多分钟就学会了吗？那我说到这里不是你来搞啊，让你来搞啊。